点全网猝不及防的尴尬瞬间。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我是万万不敢相信的。饭好了没？都快饿死了。你都快饿死，我都快累死了。你一天啥都不干，就装吃。马上就好了。快点啊！怎么给你唱两次？所以我们今天晚上，那我们一起吃个饭吧。我把你弟弟也叫上了。哦，因为我怕你爸妈误会。没事，我爸妈他们早恋了。哦，那你不用去了。老公，这个好看吗？你别告诉我你要买这个。你要是敢买，我不仅让你妈不认识你，我打的你连我都不认识你。好看个屁呀、啊！我给你买个好看的拐吧，这都一天都想啥呢？那用咱家骂不大吗？你要是敢买，我就敢打。老公，要是我只在家穿呢？什么？听不着算了，走吧，不能买了。要是我只在家穿呢？媳妇儿，买两件吧，买两件，来，哎哎，再挑两件骂吧，来来。咱现在这级别菜得多少钱？我啥级别呀？装两级呗。我告诉你，结婚不要彩礼。咋的？行情不好啊？你都能唠，不能唠滚啊！我的男人上班就是开心，下班就是吃饭。自己的男人自己哄，自己的爷们儿自己宠。哎，他又不上班呢？我上啊。他又不挣钱呢？我挣啊。他要出轨呢？我和春江说，哎，这是啥呀？哎，别磕着。你在撩我吗？对啊，上头吗？就你这种撩法，就撩个傻子吧。你说的有道理，真拼。那你说应该怎么撩人吗？我哪知道？咦，想吃吗？那你给我呀。不给。谁稀罕呀？挑战女朋友打电话时装小三，宝贝，男朋友一会儿不会回来吧？这谁啊？胖虎，你他妈有病嗦？那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呀，不能这样瞒着他呀。别乱说哈！哪个？你可以把口罩摘下来让我看看吗？可以了。哎呀，你长得还有点胖啊！哪有？这时间万般留恋，看着天边似的烟。好看吗？好看。好看，你再多看一会儿。不是，你不应该说给我买吗？花钱给你买的不一定爱你，但是愿意花时间陪你看的，那一定是爱你的。时间多宝贵啊，你再看会儿。有人看。亲爱的，你知道我最喜欢你什么吗？什么？我就喜欢你这种啥本事都没有，还爱装逼，思路还贼清晰的人，真的。喜欢就点个关注呗。